上面有非常亮眼的成绩啊。那我在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说，还是要感谢所有老师辛苦的教导。那我们要还要感谢学校校方行政人员的用心。那最重要的还要感谢自己的爸爸妈妈，因为他们一路上陪伴着各位同学。然后你们考试很辛苦，其实爸爸妈妈也是很辛苦。那期许各位能够考上，进入自己理想的学校。那我要再讲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将来大家大学毕业了，出了社会又怎么样？其实有机会都能够回到母校，来为母校服务。好，那在这边祝福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是彰化女中学生，在学测上面有非常亮丽的成绩，其中50几分以上的有103个人，那都可以达到我们国立大学的这个标准。那在这边呢，除了说祝福各位同学考试亮眼成绩以外，那我们要同时要谢谢所有学校的老师辛苦的教学，那校长跟校方的行政人员用心的经营学校，让孩子们能够无后顾之忧，努力的学习。那期许呢，未来这些学生能够进入他们心中理想的学校，那日后也能够回到母校来继续帮忙学校，让学校会更好。彰化女中赞。那我们在颁发这个红包的部分呢，那我们有82个同学呢有单科满积分的，那其中有2位同学呢，一个是57，一个58。那我觉得这些亮眼的成绩呢，我们家委会这边呢，还有学校对孩子们的提供一个鼓励，也希望他们能够以后更加的进步，那学业成绩呢能够蒸蒸日上。谢谢。因为我之前是读美术，是美术班国小国中。那你是国二、国三还转到什么？没有，就是因为国三的时候，就是一部分的人会去考美术班，一部分人就是继续准备学科。对，然后就是准备学美术班。那时候后来的趋向就比较是为了画画，就是为了考试。对，因为你是在评比干嘛？对对对，老师就会说哦，你这个画的不像。可是我真正的兴趣是比较喜欢画画的过程。了解。太想要就是我的东西，就像印刷。我们国文哦，那你文学方面蛮厉害的啊、哦。有什么特别准备吗？因为我平常喜欢听一些英文歌，然后查资料的时候，如果有英文的文献或是影片，也不会排斥。那平常有一些。看这边了。